这一站要有啊！对，刚做完那边有你叫这螺旋，你过来。你是啊，是咱多啊，看下遐。对啊，你跟我呀，跟咱爸爸。啊，你不播啊，你不播咱要表演。 Thank you.
来这边就他们应该。
吃颗的吗？还是十二颗的？你要吃颗的还是十二颗的？大小？Thank you.
是好听。差不多，因为他可怜他男孩子，他是。
接下来的时刻，也是大家教我们的很好的实际的行动哦。我们可以拿起呢，走到两旁有护卫的花童，可以呢将其中的花瓣呢来分享给我们左右的好朋友。待会呢，也请大家拿下浪漫的花瓣，代表大家出去的祝福。
直接包机吗？对，因为它那边有一个捷运的中间是步行道。
的，哎，选举的，那个很像。Thank you.